咱今日囡仔，真欢喜哈，就是这个台北人历史协会，有这个机会，咱来这个北加州哈，伫这个 Stanford University 附近呢，这个所在就是李博士、李华林博士啊，所住的这个所在哈，来甲进行这个访问哈，这是咱历史协会。台北人历史协会的工作的一个足重要的一个项目，咱拢要来找一挂对台北人就对美国有真有贡献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对台湾也是真有贡献的一挂，即个真杰出的人士，就是台北人，咱要来一要来甲因访问，吼、哦，访问的目的呢，主要就是要互大家，要互咱台北人。台湾人的子孙呐，知影因的一个对美国、对台北人的社区、对台北人，哦，啊，甲对台湾的一挂贡献，吼，啊，先说咧，啊，要来让这咱台北人甲台湾人这少年人咧，有一个会用学习的一个典范，吼，一个 model， 吼，一个 example， 而且就是咱来访问李华林博士的一个。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动机甲目的，啊，咱即马大家会用看到李博士伊住啊这个所在吼，你看，我即马咧看到，伊这个册橱啊内底拢是册，啊，就表示李博士伊为少年嘞，甲年纪大个时啊，伊真认真哦，咧做足侪 subject， 做真侪 topic 个一个研究吼。啊，遮我嘛看到足侪册吼，有诶拢关于着台湾，关于着台湾即像即，咱着看会出讲李博士，伊对台湾有真关心吼，啊对台湾诶一切，包括前途，要看拢有真深诶即个关切吼，即着是李博士诶，啊真互咱真尊敬诶所在吼，啊咱今仔日。这个访谈的就准备来开始吼，啊，一开始的时候，啊，我想要来请教李博士，吼，请教李博士，李博士你好，对，你伫台湾出世嘛，对不对？吼 ，OK， 伫日本时代时就出世，对不对？吼 ，OK， 所以讲你等于横跨日本时代，国民党统治的时代，了后。来美国，对不对吼？来读册，伫遮成家立业安尼吼，安尼真有成就。所以即摆想要来，请你来回溯吼，请你来追忆，就是讲，你为出世，啊，你为出世，甲你来美国以前，就是伫台湾这个所在吼。就出世了后，你的出世的背，你的出生的背景、家庭的背景，你的教育。哦，就是伫来美国留学以前，即个教育吼，伫即个经过即个成长的过程、教育的即个教育的即个背景，即是毋是请你会用先甲咱的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吼，啊来做一个简单的即个报告吼。啊，多谢你，周伟林，也对的。多谢你即个机会，互我来讲一寡我的人生的代志啦吼。啊，我是1935年出生，是日本占领台湾是1895嘛吼，所以，所以差不多40年了出世啦吼。啊，出世了，我伫德山出生啊，德山，啊，7岁去读册，吼，去读德山小学吼，迄是日本人的学校，迄阵啊。啊，小学校有分作两种吼，一个是小学校是日本人的学校，公学校则是台湾人的学校吼。公学校是台湾人咧读的，对对。小学校是日本人咧读的，对对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就有这个机会去日本人学校读，是经过考试，考试啊吼。迄阵7岁时考试啊，会当入去吼，迄阵啊，就甲日本人啊，当然为日本人。好，好歹啦吼，较好诶，好学生拢是
甲因做朋友，啊，甲歹就较无接触吼。啊，当然我就会感觉讲，伊阵啊台湾人甲日本人的差别吼。啊，我1942嘛吼，啊，1945战争结束，我就将咧搬转来沙拉。啊，沙拉就是去沙拉国民学校，迄阵就无日本人、台湾人诶分别啦，吼，干那拢台湾人遐吼。啊，沙拉国民学校。啊，你哪会搬去沙拉？因为你原来出世是德山。德山对。嘿，啊，啥物哪有？因为阮原来是沙拉人。哦，原来沙拉人。啊，因为职务诶，那边职务诶关系，伫德山。是。啊，尾啊，就搬转来沙拉，啊，我就读沙拉国校，啊，所以才开始学台语。哦，啊，学北京话，啊，好，哦，啊，所在读，差不多搁读三年嘛，吼，啊，从咧入去台中一中，入去台中一中，我从咧因为沙拉甲台中较远嘛，吼，所以住伫学寮，是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台中一中是我最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啦，吼。最重要的时期。最重要的时期，因为。就讲这个台中一中是咧林献堂所创立的。伊甲蔡人吼，蔡台湾人家己是官宦去设立的吼。嘿嘿。啊，所以我就了解讲，哦，台湾迄个台中一中的历史啦，吼。是。那我住伫学寮，啊，代表一个高级的陆港来，称作詹文祥。詹文祥。詹文祥。嗯嗯。啊！伊甲解释讲啊，台中伊当时安怎来？是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就感觉讲啊，台湾人真足伟大。哦，互日本统治时，家己就会当无犯啊教育台湾人的子弟。是。哦，所以这个对外印象真好，啊，佮伫学校学生、上级生，拢袂歹啦，敢若做伙吼。是。啊，敢若会家己带，会家己啊。教育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迄阵啊实在是人生上界快乐的事。就我相信你会感觉真骄傲，就是讲一中一般拢是日本人咧读的嘛，对，但是台中一中是足无共的，台中一中是台湾人咧读的，台湾人设立台湾人读的，对，啊，佮日本时代就是叫做台中一中，对，啊，日本来校叫做台中一中，这个日中嘛，所以讲这足特殊的，是，所以我就啊，这个台中一中对我的影响真大，是。啊，尾啊，读六年，我住伫迄个学寮。啊，上级生啊，拢会当接受，所以捌真侪上级生无共所在来的吼，中部无共所在来的上级生拢有接受啦吼。啊，尾啊，考大学，啊，大学我尾去读药学系，就是讲，迄阵啊，药学系是第一届新设立。是，药学系嘛吼，就是迄个台诶药学系第一届嘛吼，第一届新设立吼，新设立啊，药界是拢已经无啥物药界诶人啦吼，真少，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药界即个有前途，哦，啊，佮我迄阵啊对化学较有趣味吼，是对化学有趣，所以我就啊，经药学转去读药学啦。即到底家庭有啥物关系无？譬如讲，即是家庭我呾。做药啊！哦，做药啊，做药啊，卖药啊，吼！哦，家庭卖药啊，药局是咪？是开药局？药房。恁爸爸开药局？哦。所以我就将咧选药学啦，吼。是。啊，代当然我嘛感觉讲啊，会当入去代是真光荣的代志。嗯。哦，啊，所以代读药学，啊，药学毕业了，做兵。是。哦，他父亲开药局。开药局，所以他就进入了台大的药学系。对，药学系。然后呢，做兵做年半。嘿。啊，拄到1957毕业，哦，啊，就来1958派去金门。1958去金门。哦。啊，1958到823拍战。哎呦。哎。拄碰到823拍战。七月去，吼，啊，八月就开始拍。他1958年七月被调到金门去，1958年的八月就823炮战，823炮战，哦，哇哦，所以你顶着823炮战嘞，对，预备军官，那时候是预备军官，哦，是，所以预备军官啊，也有很风险的时候了，哦，是，有一次这个，
有一个，有一个是，迄个开始打，拍得足厉害嘛。哦，是是。我本来个兵书讲啊，单日打，双日不打。哦，是是是是是。啊，有一天我双日在甲一个，一个迄个兵啊，吼，老兵在咧讲话。伊是狱官啦，嘿，啊，伊是兵，嘿，伊是士官啦，吼，士官，我咧甲伊讲话。啊，雄雄一个炮弹拍来。哎呦，哇！啊，迄个对方迄个士官。很细，伫我头前很细，所以我是感觉讲啊，这人生算是去捡着。所以你看啊，他八二三炮战的时候，八二三炮战的时候，这个他跟一个士官在一起，结果士官就在他前面，士官就被炮弹打中了，就死了，破片。所以他就觉得人生哎，就人生观就不一样了，哎呀。所以。可是我很幸运的，就是说安全回来嘛，吼。是是是。啊，就安尼回来，啊，我就来当台湾，迄阵一直年半了，啊，才开始申请美国。哦，年半了才申请美国。嘿嘿，所以过年半我才申请出美国，出来美国。啊，才申请到美国。哦 ，OK， 啊，你申请来美国，你是？诶，多一间学校啊，读什么安尼？我先去 North Carolina， 当然我是继续。North Carolina。嗯嗯嗯。嗯。因为继续读药行嘛吼，药物化学方面吼。是是。啊，继续读，后尾啊 ，North Carolina 是一个好学校，因是叫做南方的自由岛。哦，南方自由岛。因为 Chapel Hill 这个。哦 ，Chapel Hill， 哦 ，Chapel Hill 真有名。即个较自由，较南方是较保守嘛吼。南方自由。即差不多即个大学城，较自由。啊，所以讲，当我读一年吼，啊，真正我本来将来走来加州大学，啊，我继续读药物化学。是是是。是。啊，底下得摕到即个博士学位，我当然嘛感觉真光荣啦吼，当然得即个好学校吼，大了过来。加州大学旧金山这个校区，我有读到这个两个资料吼，无同。有一个伊写讲你是1966年摕到博士学位吼，但是咱另外一篇伊写是迄个1964你摕到药化学的博士。对，这是安怎？这是因为，算是工作拢做完了。啊吼。啊，毋过即个时间的关系，所以甲陆陆才正式发证书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吼，陆陆才正式发证书。所以正式讲起是讲1966啦，吼，啊，算是工作拢做完安尼啦。哦，是，安尼，我着清楚。是，吼，本来是啊，1964着摕着啦。诶，都迄个论文拢做完了。对，但是正式发是1966，好 ，OK， 好，再请继续。所以我就感觉讲，这个看会当做新药，都发明新药。发明新药，哦，你真的想法就是要发明新药啦，吼。不过这个迄阵啊，发明新药无遐简单啦，吼，因为甲即马比起来是足幼。迄方法真幼稚啦，特别做迄落迄嘛吼。啊，你有想要，譬如讲你发明新药，你想要治什么药、什么病无？你真啊，你。迄阵是咧做迄个，steroid 吼。哦。类固醇的。哦，类固醇。好好。哦。类固醇。啊。实在是做药是吼，这个药物化学，我那个发明新的药啊，较困难。啊，不。这吼，就是讲做药啊啦，迄款的药水，迄款的较简单啦。哦，啊，我是经这个较困难的。经较困难，比较。所以，做来做去嘛，无一定讲遐尼简单啦吼。所以我买就，是讲买啊，我嘛是当然上面毕业了啊，继续这个药物化学这方面的工作。你不是在药物化学？这个拿到博士学位以后，他就很想去发明一些药，发明一些药。对 ，OK。啊，不过实在是不很简单啦，吼。是是。啊，像呢，啊，我当然嘛是一方面嘛有咧私下咧投资，吼。有私下投资。投资了，我感觉讲，投资这嘛是袂歹，吼。所以就
尾就去学这个投资的代志。哦，以后就开始学投资。嘿嘿，这是差不多伫当时是。差不多1970年代初。学投资吼，到七三七四，1973、1974迄阵啊，好吼，因为这是你足重要的一个转折呢。对对对。哦，你开始1973、1974，你开始咧学投资，对不对吼？啊，这以后对你的人生有足大的转变。好 ，OK， 哎。所以我就投资了，感觉讲，这个较简单吼。嘿。所以我就将咧换做。即路啦，啊，当然我即个药学方面嘛是有，我继续咧，还佫继续咧研究，我那个迄个咧读啦，咧学啦，吼，发现有啥物新的，新的知识啊，就新的我嘛继续学嘛，吼，啊，上面是做投资，啊，投资了，我将咧专心去投资，好，全部当时开始专心投资。差不多七三七四开始慢慢啊，啊不慢慢转就对，慢慢转啊不也将咧，差不多两三年中间就专门去做吼。哦，两三年以后，就开始真 focus 伫咧投资啦。对对，吼啊，当然我一中诶时阵，我对台湾做台湾人即个印象就真深嘛，吼，敢若讲台湾人确实真优秀诶。民族啦吼，啊，我做台湾人应该嘛正骄傲吼，啊，所以是讲我安怎即个，互人知影台湾，啊，家己也佫了解讲台湾的文化是啥物，哦，所以我即个趁上面趁钱的目的嘛是讲，看会当替台湾做啥物。这是差不多伫当时迄阵啊，有即个念头，即个念头我一直拢有啊，对中学开始就我拢，中学开始就有啊，我都拢有即个想法，敢若讲台湾人吼，啊当然是来美国了，尤其是伫外国，吼，即个外国对台湾的认识较薄嘛吼，特别是在美国，啊咱台湾人伫台湾迄阵啊受教育，对台湾，对台湾的文化嘛无啥了解，我所以我想讲。即个新的所在，新的国家吼，会当上面教育家己，会当上面吼，迄个外国人知讲台湾的情形。所以我就想讲，看会当做啥物代志。所以说，李博士在这里就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。他在1973年到1974年呢，伊就开始。逐渐转向投资嘛，对不对吼？这是人生一个足大的转变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伊另外伊有一个真深刻的认识，吼，就是伊这个认识是为中学就开始吼。不过来美国了后，因为伊心是伫美国，伊这是一个新的环境。啊，美国对于原来台湾的母国来讲，这是新的，敢若外国啊，但是又阁是新的祖国吼。OK。啊，伊当然，伊有发现讲，即个美国这边遮个人咧，对台湾的认识，较少，吼，包特别是台湾文化这方面嘛，吼，吼，莫讲历史地理啦，文化这一定是足无了解嘛，所以伫即个时阵，李博士吼，伊就开始想要看是毋是要来增加美国人、外国人对台湾的了解，是毋是？吼，这是我了一个足大的一转折哦，吼 ，OK， 好来。所以，伫1986年，我就设一个机会，叫做串流基金会。1986嘛，吼。1986。1986，吓，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资源，吼。哦，啊，串流基金会啦，串流是我阿公的名啦，吼。哦哦，串流是阿公的名。啊哈。伊叫做李串流。吼吼。哦。祖父，吼。祖父。串流基金会是李博士在1986年设立。那为什么叫川流基金会呢？因为他的祖父叫李川流。好 ，OK。那当然，我的老爸是叫做李友友。李友友，这个名嘛，袂歹，有约啦。有约，有是有五右手，五右手，那个有约。哦吼，父亲，李博士的父亲叫李有约，就是有嘛，有就是有没有的有，约是约定的约，叫李有约。好。所以这个名嘛袂歹啦，不过我尾仔感觉川流这个名可能较好，是，所以我将你叫川流。是，最后他决定就是用祖父的名字作为他的设立的基金会的名字，叫川流基金会。好，
英文叫 River Flow Foundation， 川流 Foundation， 川流 Foundation， 对，哦，叫发音，川流，哦，用这个汉语的发音，川流 Foundation， 对，哦，川流 Foundation， CHUAN dash， 没有 dash， 还有一个 LYU， 川流 Foundation， 对 ，OK， 好 ，keep going， 那。这个 foundation 就是讲要安怎来啊，加强咱台北人对台湾的台湾文化、台湾本身的认识吼。加强台北人对台湾文化、台湾文化的认识。对。好。哦，啊，当然第二项就是讲，予安怎予美国人，还是讲外国人，促进美国人以及外国人。对台湾的认识，所以外国人对台湾的认识，对台湾的认识，包括台湾文化，哦。啊，当然开始是嘛，唔知要怎做嘛，所以拢赞助一寡台湾人的活动。OK， 好。川流基金会 （Chinese Foundation） 伊的主要的宗旨，它主要的宗旨是：第一，要加强台美人对台湾文化的认识，哈，就加强。加强台美人对台湾文化的认识。第二个宗旨呢？第二个宗旨是促进美国人以及外国人对台湾的认识，包括台湾文化，是爱促进美国人以及外国人对台湾的认识，包括台湾的文化。好，再继续。所以啊，譬如说，其实那第一个我赞助就是讲。北美台湾人教协会哦，北美台湾人，就是嘛，廖世忠做会长，拿他，啊，我第一捐款就是捐给伊啦。哦，第一个就是廖世忠这个。对。啊，尾啊，嘛是有捐哦，这个其他的组织，画爬这个中个，画爬是这个台湾共同事务会吼。是，嗯。这个组织我嘛是正在赞助，是。啊，迄阵是裴明敏教授来美国，啊，就来做会长吼，我来赞助。哦，裴明敏迄阵，好。是。啊，其他呢？各学校嘛吼，学校较尾啊。学校是较尾啊。诶，先这个。先这个台湾人的一挂台美人的组织啦。对，台美人组织。啊，刚刚北加州我都甲几个人发起这个台湾文化节。台湾文化节，台湾文化节，差不多1991左右，迄阵啊，发起这个啦，吼。啊，办啊，这文化节办啊，即摆嘛还佫咧办吧，哈。中间有两三，啊，尾啊佫继续，啊，即摆还佫咧办，吼。嘿。哦，啊，文化节，啊，尾啊嘛是有这个办一挂电影节。电影节。BC。反正你要讲好 ，OK， 把它切掉好了。好，那啊 ，BC 四周，哎，哦 ，BC 四周，十几个大学，哦，十几个大学，淡大学演，哦，差不多办三年啦，哎，四周的大学啦，哦，啊，演电影就对了，播电影，播台湾的电影，播台湾电影，啊，佫邀请这个台湾这电影导演来讲，来讨论嘛，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对于甲台湾人社区的活动吼。啊，后来这个感觉讲，诶，当然，甲台湾人社区办活动是真好啦，吼，嘛有伊作用。不过，若会当搁当这个外国，诶，都已经有其他的社会，就作为社区有名声，还是讲已经。有闽南讲 establish 的吼，算机构来办一挂活动，也够好吼。嗯。啊，所以后来有一个机会，有一个朋友介绍，这个当啊英国的剑桥大学，有迄个有教授，敢若讲对台湾的问题有趣味吼。啊，所以伊介绍我，我就想着，哎，这个剑桥大学袂歹吼，对，真好，这台湾真出名吼。Cambridge University。啊，所以我就
要不要停一下？好。哎，是是，我即马吼有人来甲 interview 啦吼，所以哎，哦，六点吼，我好，我的问题，好啦，会使嘿，好，好，好好。好，我就靠你，应该会使啦，哈，应该会使。好，多谢。好，是的，是的。OK， 没。OK， 他都要讲啊，对。OK， 好。讲到剑桥大学。剑桥大学，对。所以我就跟剑桥大学这个教授吼见面，伊来迄阵都来伫 Berkeley。哦哦。所以我 Berkeley， 嘿，所以我去 Berkeley 跟伊见面，啊，谈了，就来讲好，我来当剑桥大学，这个。讲座，讲座，啊，邀请这个一挂学者来讲台湾的代志。哦，所以，我感觉这个应该是真。哦，这真好，这真好，真好。啊，款机会也是无限容易得到。是。所以，从嘞1990年开始就感觉设一个。1990，好，1990。Yeah， 1990，对。OK。啊，设一个讲座，啊，就。请一挂学者去讲台湾的代志，是就包括文化啦、历史啦、经济啦，各方面拢会使啊，经济领域嘛吼，啊，我就有关台湾都拢会使。全面要了解台湾就对了。对，啊，所以迄阵是互相敢若讲，要请啥物人去讲，学校教授啦吼，啊，甲参与基金会这边的人互相啊参详啊。决定讲啥物人要去，好，啊，所以迄阵开始，甲即马还阁一直继续啦，吼，啊，以前去的人包括，就是包括这个李万德，哦，李万德，李远哲，李远哲，李万德院长啊，这个蔡英文博士，迄阵是也做博士，吼，啊，其他这个蓝大碧。蓝大碧，Chris Patton， 对对，啊，伊来演讲，还是都由这个剑桥大学的副校长来主持。因为剑桥大学副校长实在是校长啦，吼，校长名义上是这个Elizabeth Lee Young 的先生，Prince Philip， 啊，所以这个副校长等于校长爱来主持，啊，转后再转后。当大礼堂演讲吼，啊，全校拢来听，哦，所以这个是较特殊的情形啦。当然是嘛是讲亚洲的代志嘛。是。啊 ，OK， 咱今嘛听到就是这李博士吼，伊讲这个川流基金会啦吼。川流基金会自即伊创立了后吼，伊伫1986年创立了后，伊有足济即个真济即个 project program 吼，啊，真济活动吼，啊，其中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咧，伊就赞助即个台美人的一挂社团嘛吼，譬如讲像廖世宗诶教授所创立的即、這个。北美洲台美人的这个教授协会嘛，拉帕吼，伊是伊甲一挂人创立啦，对对对，伊是第一任的，伊第一任的会长啦吼 ，OK， 啊，过来譬如讲，陈明敏咧做这个会长的是迄阵的画派啦吼，哎对对，啊，这当然是这我敢那甲大约讲两下啦吼，啊当然这社团，李博士的这川流基金会伊所赞助的社团真多啦，不计其数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这个，譬如讲，李博士因为真
重视这个台湾文化的传播嘛。啊，所以讲，譬如讲，伊着这个传入基金会，着去发起这个台湾的文化展嘛，对不对吼？啊，这当然这是一寡较台湾人会去参加的活动啦吼。OK， 当然是伊是伫迄个美西四周的大学城吼，大学内底播这个台湾的电影吼。OK， 啊，当然。甲大学合作啦。哎，甲大学合作，甲台湾做播台湾的电影吼，包括当然嘛会邀请台湾的导演。来遮演讲嘛吼，啊，过来当然伊开始就开始赞助一寡大学诶一寡诶这个讲座啦 ，scholarship 啦，对不对吼？啊是，啊遮当然是拢会去要来互世界诶人士，互外国人要来了解这个台湾诶文化，台湾诶经济、政治，所有诶这个各领域诶一寡遮吼，要互充分来介绍。从台湾甲介绍吼，即外国人嘛吼 ，OK， 所以讲伊即个伊即内底伊就有赞助足济大学吼，创一代真济大学甲真济大学咧合作吼。其中有一个就是即个1990年，即下拄啊李博士所讲的，就是伫1990年伊有甲剑桥大学合作吼，甲这样子，啊，伊就设一个类似敢若讲座啦吼，即个讲座，啊，即讲座伊就。会请各领域的一挂专家吼，真有名的人来演讲吼，譬如讲像李远哲啦吼，蔡英文啦吼，蔡英文，蓝大碧医生啦吼，啊过来，譬如讲像迄个，迄阵啊即个 Oxford 的大学的校长吼，迄阵啊就是英国最后诶，咧香港最后几任的总督嘛吼，迄个彭定康，诶 ，Chris Biden， 对，欧盟的。金主席哦，啊，譬如讲像欧盟吼，欧盟 EU 啊吼 ，EU 的这个金主席吼，诶，像这个，吼，对，对，伊就佮邀请来，重要人物啦，是 ，OK， 好，安尼来，咱就请李博士。啊，不过这个我是感觉讲，英国当然剑桥大学真出名，真好啊吼，不过美国。应该我们就要设置嘛，所以美国真重要吼。啊，都美国人嘛，甲嘛捌赞助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部分啦吼。一个 project 吼，也是讲加州大学三十八万嘛，不该赞助。UC Barber。UC Barber， 呀。啊，唔过就是讲，希望讲会当。但美国设一个真固定的吼，啊，台湾研究的节目吼，啊，毋过当然大学咱钱互伊，咱在伊在会当照咱的意思做才会使，咱钱交互伊就是讲变作伊的啊吼，咱无法度通来控制，所以，即要决定讲做啥物款的节目吼，真无遐简单啦吼。啊，尾仔就是讲伫即个。UC San Diego。哦 ，UC San Diego。哦 ，UC San Diego。哦，因为电影在啥物国，但无共大家感觉表演哦，迄种无固定的，嘿，一时的吼，无固定。啊，就爱看讲即个大家看会当相信无，将来照咱的意思做。哦。啊，后来伫即个 UC San Diego 哦，即个我呾有一挂台湾人参一些哦，包括即个，尤其是即个。曾立德，哦，教授，哦，是是，啊，所以啊，伊今仔日办一个，原来讲无法要办这个台湾研究节目啦，吼，哦，是是，啊，所以我后来又甲接受，啊，我后来佫来提议讲吼，咱是毋是会当当预算参加个设一个这个讲座教授的，哦，讲座的这个，永久的地位啦，吼。永久的，哎，永久的讲座就对啦，哎。啊，伊就当然，伊伫学校内较有地位嘛，吼。哎，对。啊，所以伊就甲学校副校长讲，吼。其实毋是副校长啦，迄阵是这个文学的。文学院的院长啦，文学院的院长，吼吼，啊，讲啊，我嘛，伊来北加州，有机会来北加州，我甲伊见面，啊，就咧，阮讲了，啊，讲了会使啦，吼，
啊，就咧当然算教授真出力吼。嗯。啊，尾啊，阮就就咧设立一个。这是2009年。对。伫迄个 UC San Diego 设这个川流台湾研究讲座嘛，哦，讲座教授，讲座教授，对对对，哦 ，professorship， 嘿嘿，就好好，哎，设这个新的教授的，英文进，一个英文的职位就对了，讲座教授了，啊，就专门都研究台湾的，迄个教台湾的，是是，节目的迄个地位啦，吼，啊，就咧设起来，嗯，哦，啊，设起来就咧，啊，都去。伊就去广告，去全世界即个有关台湾研究即款杂志广告，啊，差不多20个人来应征吼，啊，迄内底才经即个廖炳辉，廖炳辉，廖炳辉教授，廖就是迄廖文义的廖，炳是迄个辉炳，辉炳，火字旁的炳，辉呢？辉就是迄个恩惠的惠，恩惠的惠，吼，廖炳辉教授是第一任的讲座教授，对对，伊是清华，伫台湾清华咧教，哦吼，啊就咧接受这个地位，吼，哦是是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永久的教授，永久性的地位，对对，永久性的讲座教授，对对，嗯，啊所以韩廖，真好啦，吼，因为三廖我遐动员我加，对对对，三廖个。嗯，加合作啊，所以这个学校加学台湾人吃苦，拢会当做伙出力办这个台湾的节目，有关台湾的节目，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是足成功的，真好，代志吼，这个讲座教授今麦还阁有嘛吼？有，即马还阁有，即永久的，永久的，除了这个以外，你的母校呢？你的母校，UC San Francisco， 好，这是你的母校嘛？对 ，UC San Francisco， 后来，我有甲接受啦，好，我甲伊捐钱，伊本来是讲啊，看你要捐什么，要捐。啊，医学院也是讲啥物吼，拢会使啦。我讲啊，我捐予全校的啦吼，全校就是讲校长奖学金。吼，校长奖学金。嘿。啊，就咧设校长奖学金嘛吼。啊，这个奖学金后来改做这个发现。哦，发现。哦，川流发现奖学金。嘿，因为有这个美国人。嘿。吼。其实是英国人咯，伫美国吼，美国迄个投资伊真成功啊，所以伊捐真侪钱啊吼。是是。啊，设立这个一个 Discovery， 啊所以这个 Discovery Fellowship， 对，啊像咧川流这个校长这样，转来合并起来，变作川流发现奖学金。无，迄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哦，这是这表。这个发现。奖学金的一部分啦，吼，有我有三个名额，啊，其他还佫真侪名额是迄个美国人捐的啦。是是是是是，哦，你有三个名额的，你提供三个奖学金的名额就对啦。啊，即嘛是拢永久的哈。哦，即永久的，哦 ，OK， 好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你的这个奖学金呢是伫迄个 UCSF， 这个是2019嘛，吼。了后，你敢若还阁有这个赞助这个你的母校吼？对。还阁有哦，还阁有一个什么长寿研究啊？这个。对。好，哎，好 ，OK。所以讲，你就会使即马开始讲你，嘿，你哪会对这个长寿，这个 longevity 这部分吼，哎呀，你哪会这么处理吼？无，这以前吼，咱我先讲这个。以前我台湾大学嘛，我家管这个川流厅，川流厅台湾大学这个，好事馆。哦，对对对，台你原来有管过，因为你是台的毕业生嘛。对对对，对。我们感觉讲，真光荣，会当管好母校，是，对，是个一项代志啦。呀，啊，所以这嘛是我感觉讲真光荣，因为是比我较好呀。
做个人真多，唔过无人要做，啊，我有这个机会来做吼，真好，我感觉讲，嘿，感觉足好运啦吼。是是是，嘿。啊，迄以前，迄以后吼，我嘛是一个画派，我设一个这个，自由民主基金。自由民主基金，哎，对对对，继续甲伊经营吼，啊，即马相当经营了，也阁袂歹啦，袂歹嘿。所以还有一个基金，叫做。民主自由基金，对对对，啊，迄我一项啦吼，是是，啊，即个后来你讲即个研究长寿这个吼，即个吼，我会记哩吼，咱咧读圣经的时啊吼，读迄古约的时候，咱都发现讲，哎呦，安尼内底有诶记载吼，迄一挂人吼，几啊百岁呢，九百岁，嘿，我咧想讲，到底是真诶假诶啦吧，咱毋知影吼，所以咱今日吼，诶，即有即个机会吼。啊，来听这个李教授吼，来讲这个这方面的这吼，因为嘿，这真趣味嘞。这个因为健康真重要嘛吼。啊，这个像讲我咧做一挂基金会，但是我刚刚讲哇，这应该着继续看，当阁继续个。嘿，你要继续得健康啊。对啊，健康哦，就是安尼吼。吼吼。因为要对台湾人，佮对美国佮做。愈大个贡献，对对，所以讲呢，着爱身体健康，所以讲李教授着开始去研究着，继续做，继续做，伊着去开始注意着这个 longevity 这个 issue。OK， 好来，咱即马真趣味来听伊讲。所以我这对健康嘛，有开始注意，当然，开始个时阵拢无啥了解吼，就讲啊，我就因为读药学，药物学，所以我对于健康应该是足了解，不过后来发现讲无一定讲真了解吼，所以讲去读，啊，我嘛捌参加这叫做 calorie restriction society。calorie restricti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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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restriction society 哦 restriction 热量限制哦 calorie yeah calorie restriction society 哦，这样就是讲，你呐 calorie。普通一人是食，假设讲2000 calorie， 你若减30%，calorie 降低30%的时候，你当加活30%。哦，好，所以有这个理论啦，吼。啊，所以我来去参加这个协会，啊，去了解讲到底伊这是啥物。是。哦，啊，所以家当然家己嘛加减实行啦，吼。后来。后来我就阁继续看这方面的健康这方面的资料吼，啊，这个 calorie restriction， 迄个秦始皇吼，秦始皇要追求长生不老，对不对吼？秦始皇对不对吼？你唔是要长生不老啦，是要长寿安尼尔啦，吼。哈哈哈！我们秦始皇伊说，伊食唔着药啊，伊食哦 mercury 哦。秦始皇吃错药了，是他吃的。这李博士跟大家讲哈，秦始皇吃错药，他吃了 mercury， 反而早死了。汞，吃了汞。对对，那我就这个 calorie restriction， 所以那个很可能是谋杀。那我看这方面的研究哈，就是讲有几个较出名。是是。啊，这 UCS 有一个教授。好。UCLA，UCSF， 哦 ，UCSF， 哦，有一个教授，哎，叫做 Cynthia Kenyon， 哎，哦 ，Kenyon，Cynthia S，S，C，C，Y， 哎，C，Y，C，I，N，A，C，Y，C，C，Y，C，I，N，A， 嗯 ，Kenyon，Cynthia，Cynthia 嘛，哈 ，Kenyon，Cynthia Kenyon，K-E-N，K-E-N。K-E-N O-E-N O-E-N K-E-N O-E-N 哦 ，Kenyon 哦 ，OK， 新西兰 Kenyon。所以，伊咧做研究吼，我都甲伊看看，讲哎，我甲伊赞助看卖。哦，我甲伊赞助啦吼。所以李教授呢，他在大约是在2011几年。2010到2012年这一段时间啦，吼，这段时间啦，吼，哎，站走三年，哎，那他就认识了 UCSF， 就是他的母校哈，有一个教授叫做 Cynthia Kenyon 哈，
然后就开始谈这个长寿的研究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李博士就开始赞助这个学校哈，他的母校做这个长寿的研究。OK， 对，那伊是用这个叫做 C egg 这个做细只糖啦哈。啊，因为这款糖是差不多活一两礼拜尔，所以讲要看伊活久，较简单看嘛吼，免遐侪时间。对对对。哦，啊，所以因这研究这个，啊，不过愈想愈感觉讲，啊，你研究这个啊，人主要的四个原因是心脏病，对，哦，中风，哦，癌，哦，其他糖尿病啥物吼，拢甲。血管有关的，主要跟血管。跟血管有关系，吼。啊，所以你若讲，假使讲你有啥物方法，互这个动物会当活较久。嗯。唔过，那无论啥物方法会当互动物活较久。嗯。就是讲，一定对血管有影响才会使。哦。血管健康才会使嘛，吼。无你血管，因为血管死，血管会破病死去。嗯。啊，你有啥物方法会当活较久嘛？无作用啊。李教授他说。这个人的一些致命的因素呢，通常都跟血管有关，差不多一半了，对不对？一半的死因很多了，很多跟血管有关。那是不是血管阻塞，还是血管什么破裂之类的问题？通常都跟血管有关。对，所以如果要研究的话，应该都朝向这个方向。就是说，他的建议是要朝向这个方向去研究。任何因素会让你长寿，就是一定会你血管健康。哦，要让血管健康。对 ，OK， 假如它对血管没有作用的话，不可能长寿嘛。要让血管健康，才会长寿。所以我就，你就开始，健康，安怎血管会更安怎健康？哦，是。哦，啊，无会更健康就是讲，啊，生活习惯了。生活习惯，好，生活习惯。生活习惯，对血管的健康上界有关的。哦，最有关。所以我就写一本册，叫做《健康的一百控制位》。哦，健康的一百控制位。哎，OK。李博士是在2014年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健康的101岁》了哈。嗯。这是台湾的迄个远流出版社出版的。对啊，对啊。伊是咧探讨血管健康。主要是在探讨血管的健康。OK， 所以我就写一本啊，当然我这个这本册有科学根据啦，吼。写一本册啊，写了我嘛是阁继续咧研究吼。啊，因为最近这几年来对基因的研究有足。大的發展突破，現在沒有檢驗基因，很緊，還有很俗，所以可以研究基因之後，可以發現很多人的生活習慣跟基因有什麼關係，是是是，還有人身體其實是很多關細菌，微生物體啦，就是microbiome，這種東西，這個對即微生物对人的健康，嘛有足大的影响，哦，关系足密切的吼。啊，即个咱人生活习惯、食物甲生活习惯，不但对基因的影响，对即个微生物的影响，啊，即两样影响了，结果是讲影响咱的健康。所以我嘛是阁继续咧学习，阁咧研究，学习这方面的代事吼，看应该。像什么款的生活习惯？食物、饮食吼，会当让咱健康。食物、饮食，所以我即马还搁咧继续这个。还搁咧继续研究。研究，OK， 真好。其实是这个李博士吼，伊这个最近这几年吼，伊对这个人的这个健康吼、甲长寿这方面吼，伊有开始有真大诶，即个研究诶趣味啦吼。啊，伫即方面，伊即摆还阁继续咧研究吼。不过我也是想要，咱即摆讲到遮嘛吼，讲到遮，我想要从一个话题吼，甲扭倒转来吼，扭倒转来，你伫即个一九，当时从1973到1974嘛吼。
七四的是你开始咧注意这个投资嘛吼、嗯？你投资，因为你有法度开始对台语人、对美国啊、对这个台湾吼、嗯，有足济开始你会用做真济这个 donation 啊、contribution， 这拢甲你的迄个咱讲甲你的财富有关系啦。嗯、哦，你一定要有钱，你才有法度赞助嘛。嗯、你才有法度 set 这个 scholarship， set foundation，、嗯、对不对哈、嗯、？OK，、嗯、所以讲我这样就是要从这为一个纠倒等下你1973、1974的时啊吼、嗯。啊，你开始做这投资，哦，啊，你伫这方面你有甚物款的经验，或者有甚物款的，因为你这个成功吼，我认为你这方面吼，小可让咱大人知影。啊，大家来甲你学习吼，耶、欸！这赚钱即嘛足重要嘞吼。吼、哦，这方面，看你有啥物款的 secret， 你有你的 success formula， 吼、哦，你有迄成功的迄款 formula， 你是毋是会使甲大家吼小可透露一下吼？无，我这个投资嘛是真认真真迄个拍拼去投资啦吼。有个人是投资是足。简单会当选一个好的股票，嘿嘿哦，我唔是讲，你唔是，我是安尼，但是拍拼，研究，好，一寡操作啦，吼、哦，这较歹解释啦，吼、哦。不过一般讲个，你是讲投资是讲长期投资啦，吼。啊，你长期投资，你会当拣股票，这投资唔是讲普通人讲 timing 吼，讲我当时入去，当时出来，其实唔是安，唔是这个 timing。是 time， 哦，你讲真久的时间，哦，你投资真久的时间，自然都经济都会成长，啊，你都得赚钱哦。长期的投资，对，你就是长期的投资啦，吼，是不是？关键你选取股票，啊，了后你长期的投资，是不是？我也阁唔是安尼，我是吼，我也阁唔敢讲长期的投资啦，我是阁小可啊投资拢会。调整，投资会调整，随时拢慢慢调整，安尼啦。是，随时会调整。对，是。哦 ，OK。哎，这因为投资吼，这款代志都要甲你的个性下下下。关系下，哦，投资要甲个性下。因为你讲长期投资，当时啊，你真真烦恼啊，股票起起落落，吼，你会烦恼嘛吼。所以，唔是讲大家拢会当用同款的方法投资吼，当然关键是同款啦吼。啊，就是讲，看你应该，你的个性较合什么款的方法，啊，才方法去投资安尼。无一定的模式就对了，吼，无一定的模式。有这个关键啦，吼。有原则。长期投资，哦，啊，不过其中有真侪细节，你都家己去。嗯。有，若要长期投资，有长期投资的原则啦，我那爱守啦，吼，我那爱守。无论啥物，拢是长期投资这个关键。是啦，是，但是你伫操作的时吼，也是爱弹性调整啦，对不对吼？这爱合你的个性，爱合你的个性吼。操作的时要调整，对不对吼？要调整。啊，但是最重要啦吼，最重要就是爱合你的个性啦，对不对吼？要符合个性 ，OK， 要符合个性。哦，这个很好，这种忠告是非常好。李博士讲哈、哦，就是说他的成功的秘诀，可能就在他选取股票以后，他做这个长期的投资，做长期投资。但是所谓长期投资呢，还是有一些原则要守了哈、哦。他也不是就是很固定的。一定要去怎么样去死守一个股票嘛哈，它还是要弹性调整，有些时候要弹性调整。但是最重要，他讲出一点，就是说你投资的时候啊，你还是要跟你的个性配合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这个是可能就是他的致富哈，致富的这个秘诀，success formula 哈。OK， 好，那过来哈，过来我想要跟你请教哈，就是。咱即马台语人第一代渐渐拢已经爱退出即个历史的舞台嘛吼，但是你还阁好真健康，你阁真健康。啊，当然要像你真健康啊，真长寿的人是少啦吼，真少。啊，但是你即马你拢会用看到
台语人第二代、第三代嘛，吼、哦，甚至第四代你拢咧看到吼、哦。啊，这台语人伫美国算少数中的少数，嗯，对不对？吼、哦。对。啊，咱台语人历史协会有一个历史有一个任务嘛，就是讲要将这个台语人第一代哦，真杰出的这人物吼、哦，因过去的经验，啊，要来甲传承嘛。嗯。意思就是讲，除了台语人个人的伊这个努力吼，伊的贡献要来传承，要来互咱后代的人知影。整个台语人的族群吼，这个族群，这就是像过去真长的时间，李博士伊一直咧做的工作嘛。伊就是要来传播台湾文化嘛吼，因为咱台语人正是伫美国遮，即个敢若犹太人共款嘛吼。你少数中的少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历史甲文化。嗯、啊，若无你这个种族吼，无法度凝聚，你无法度有一个迄款凝聚力，无法度有一个向心力。嗯、甚至你因为你无法度变作一个真杰出的model， 迄个种族吼，一个族群吼、嗯，你对这些个社会，美国这个主流社会无什么贡献。所以讲，当然。你若要像迄个犹太人安尼，台美人若要像犹太人安尼整个吼，即、這个族群吼，有伫即个美国有真大优势的时候，啊，拄仔咱讲过，就是讲一定要有历史甲文化。台美人历史协会就是咧做历史这部分嘛。另外就是文化，吼、哦、文化像啊，拄仔咱已经听到李教授咧讲，伊足重视即台美人台湾文化伫美国遮。要安怎互咱台美人知影，啊，要安怎互迄美国人知影，甚至哦，真侪外国人知影，吼、哦。OK， 所以讲这个历史甲文化，吼、哦，一个族群，一个 ethnic group， 一定要有迄个文化甲历史的根呐，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即马我就是要像要搁进一步吼，就是咱今仔日伫这个访谈要结束以前吼。哦我想要来请教李博士吼，就是讲除了你即马目前即马咧做诶吼，你感觉要有啥物代志吼，会用安尼较长期安尼落去做吼，较长期安做。除了讲哦，譬如讲即马咱着有像李博士安尼，伊有一挂迄个 foundation 嘛，有一挂即个有一挂即个 project， 有一挂 program 嘛，啊有诶甚至是真 permanent 吼，真永久诶迄款诶。institution 类似即款个，啊，嘛有即个台语人历史协会咧做即个历史个工作吼，安、哦、尼、嗯，除了这以外啦吼、哦，除了这以外，嗯、最近历史协会嘛有去想到迄个真济代志吼，要安怎来设立一挂 institution 吼、哦，譬如讲像台语人就有一个计划要设立个，Taiwanese American Historical Museum。嗯对不对吼？即个有一挂台湾的一挂什么物啊，咱就会使开始来做，对不对吼？啊，互咱台美人知影伊迄个历史甲文化的根，安尼吼。啊，即个渐渐都互咱会有一个凝聚力。就是讲咱犹太人有足强的，因为迄个历史文化的认同，所以伫安尼时吼，伊伫遮真容易成为一个模范的族群。对美国社会有足大个贡献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伊去关心伊老爸老母祖先来个迄个所在，就是台湾。所以，若台湾若有啥物危险，若台湾若有啥物问题吼，因会甲列入考虑，因会有某一种个关切。即我想，即就是咱第一代个台湾人可能爱去注意个，啊嘛爱想真长。看我都设立一挂啥物款个较永久个 institution， 啊，互即工作会用去继续做。意思就讲，台湾人个历史甲文化有法度伫遮继续搁再弘扬，即是足重要。吼、OK， 所以讲，咱即摆着请李博士呢，简单来讲几句话，就是互伊有啥物款个看法，互咱伫即方面呢，大家会使搁继续努力，安尼吼。这就是真重要啦吼！你家己，咱是少数，伫美国这个国家内底少数的族，少数中的少数。所以，你若无家己的文化，你就敢若讲，伫这个
这么大的国家中间，像咧，家己无失去自信，所以咱就要建立家己的自信，啊，就要教育咱第二代、第三代，会当这个文化，台湾台语人的文化，会当给传落，哦，这真重要啊。所以像讲北加州一个 Fremont 的台湾学校，哦，爱这学生真真感心吼。Fremont 台湾学校，是是，哦，台湾校。啊，因家己主动，当这个 Fremont 那边，伊是 Castro Valley 迄个诶图书馆吼，好好，啊，家己办这个 Discover 台湾这个节目，哦，就是讲因这中学生，家己准备教材，当这个美国的公共图书馆，甲美国囡仔介绍台湾的代志，哦，这上面当训练因这个，我来讲，这个准备材料啦，吼，啊，不然当对学生，讲话应该教育一款的能力吼，啊，嘛会当传这个台湾的文化，是是，所以因这款代志我都加该赞助，是是是，伊赞助，该鼓励啦吼，开始以来我都给伊赞助，给伊鼓励。啊，逐因去办一办的时阵，逐场拢会参加。是。吼。啊，像讲即款因主动办的代志，一定要给伊鼓励。是是是。啊，咱当然在咱这个社区，嘛是讲，愈来，咱第一代愈来年纪愈来增加。呀，对对对。啊，搬到到第二代，这真。咱来传承。哎，这是。啊，咱就爱，唔通讲用这个。第一代心态去对待这个第二代人，因为第二代人台北人，因的生活无同款，所以因的文化无同款，文化是会变啦吼，不是讲固定安怎就是安怎，你袂当讲咱所受的文化来，互强迫因接受，因的新的文化，那因来会当认同这个台北人，这个族群，咱就改过咧，哦。啊，咱来接受因的新的文化，吼，啊，互因有这个发展的机会啦，吼，所以咱来鼓励因，啊，继续这个台语人，这个族群的这个文化，新的文化，哦，啊，咱的组织，台湾人的组织，在慢慢教会，一方面咱往来，互因了解讲台语人安怎开始，啊，我来在接受因这个新的台语人，哦，在这个社会应该安怎生存，这款的啊，这款的文化，这款的无同款的观念，会当互相啊配合，互相做伙，哦，啊，互因发展新的台语人的文化。是是是，哦，这真好，这真好。我听了我感觉真 admire 咱这李教授哈，伊即内底有提起一个足好个观念啦吼，伊讲，我咧想是安尼吼，就是讲，咱台语人伫即个美国遮，当然这是一个 ethnic group 嘛，啊，咱是少数中个少数，咱不管咱安怎，咱所想要保存、想要发扬个即个台语人个文化吼，我想咱爱真清楚，就是讲咱这是美国文化内底个次文化尔啦。哦，这个定位真重要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个族群就是少数中的少数嘛，吼、哦。即咱先了解咱家己的定位，哦，这个真重要。啊，咱当然唔是讲哦，咱的文化就是定义美国文化，唔是安尼啦。咱的定位就是美国文化内底的次文化，就其中的一支嘛，吼、哦。这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概念。来，李教授今仔日提出的一点，就是讲啥呢？因为咱拢想讲，咱第一代台语人所建立的台语人的文化，吼，咱想讲要传承的，吼，想要传承。我想这个观念可能无啥对，这就是今仔李教授所讲的，讲伊第二代吼，已经相当美国化了，对不对？吼。伊个观察，伊个利益，伊个啥物吼，伊观念吼，甲咱第一代一定有差别啦嘛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因嘛会发展出因家己个新个文化嘞。所以伫即个第一代个文化，甲即第二代、第三代遮个新个文化吼，遮有某一种个真
互相爱尊重啦，吼、互相爱尊重。诶、咱爱上较重要是讲，咱爱有一个空，爱有一足大个空间来欢迎，欢迎去发展因个新个文化，对毋对吼？哦，这是一个足重要个观念，所以咱今仔日为即个李教授者吼，得到一个足好足好个即个观念，就是第二代个即个第三代。新的世代，因开始发展因家己的这个新的文化，咱爱足尊重。过来就是爱，互因有真大个空间去发展。啊，咱爱有这个基础爱互因，吼、这是一个真重要，吼、啊，真多谢，吼、真多谢咱李教授，吼、今日来接受咱这个访问，吼、啊，伊这个访问呢，咱会甲分做两种，一种是书面的嘛，吼、一种是书面。就是咱会写一篇这个 article， 吼、哦，爱去搭伫这个吼、哦，这个台北人历史协会的网站内底。另外，我有一个 video， 吼、哦，有一个 video， 我说毋忙大家吼，即两项拢甲看。啊，佫较慢，佫较慢，就是历史协会呢会将这个访谈吼，伊、哦、会做一个迄个英文的摘要，因为即要吼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因为世代一直传承。所以讲，大家就知讲，哦，咱第一代有一个足杰出的李华林博士，这就是咱今日伫遮呢，要来做一个真简单的结束。不过伫结束以前，我先甲咱所有的台北人遮的听众甲观众报告，就是讲我今日真歹势吼，真无拄好，来北加州咧天气拄好变化，所以跩吼跩有感冒，所以伫这个访谈内底呢。常常加速一下，啊嘛真对李博士不敬吼，有阵时会加速个安怎吼，啊真，无论安怎，咱也真多谢各位啊来收看，多谢各位，啊咱多谢李博士，哦多谢李博士，多谢你专门为南加州来，真歹势，这应该，好，OK， 好，多谢。